大家好，欢迎翻到嚟 NHK 广东军事频道节目啊，军武戏言啊，你节目主持 Larry 啊，好啊，呢一节啦，又系咧我哋呢个嘅军武戏言咧，就同科学新知咧 crossover 一个节目啊。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咧个消息咧，就来自咧中国啊，因为咧就中国啊，最近嗰边咧新华社啊，或者即系最近啦，佢哋咧嗰边嘅官媒啦，咁啊报道咗中国最近一个航天器，咁啊系一个咧可重复使用嘅航天器啦，咁啊归来，咁啊边度归来咧？咁啊就喺呢个宇宙太空嗰边咧翻翻嚟嘅，咁咧就叫做啦，喺比较近嘅地球嘅轨道嗰度咧就进行咗一个咧系276日啦，咁样翱翔啊，咁啊终于咧喺早少少嘅时间咧就翻翻嚟。咁呢個都算是中國的航天器咧，即係可重複使用嘅航天器的一個記錄嚟噶。咁亦都係一個好大的進展啊。咁啊，雖然你攞佢同 X-37B 比咧，就仲會爭啲嘅。咁但係始終咧喺中國咧嗰個嘅航天發展上面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重大的突破啊。所以咧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下佢。咁當然究竟即係我哋講到呢一個嘅重複使用嘅航天器，佢係咪等於咗一個廉價版嘅一個穿梭機咧？嚟緊係咪代表佢一個無論係軍用嘅、民用嘅，即係嗰個嘅太空旅行嚟緊係會成為一個現實咧？咁啊，當然咧，如果擺上去做個軍用嘅武器嘅層面上面，又會唔會好似我哋之前講嘅一個咧局部軌道轟炸系統 FBS 嗰種嘅玩法咧？咁啊，甚至乎 apply 咗落去一啲最新嘅導彈嘅技術啊等等啦。咁啊，今日啊又會咧同陳博喺一齊咧去傾下呢件事啊。喂，陳博你好啊！喂，大家好啊 ，Larry 好啊。係啊，咁啊，喂，陳博，喂，講起咧呢個消息咧，咁當然都相當驚人嘅。即係如果喺中國國內嚟講，我諗呢單嘢咧都真係一個創舉，因為真係從來冇試過啦。即係第一，中國就冇穿梭機呢啲咁嘅嘢。咁啊，即係穿梭機講真都係有美國啦。咁啊，前蘇聯嗰時都有發展嘅。咁啊，中國呢個咁咧就即係由零做到起呢個穿梭機。咁就佢同真真正正意義上嘅穿梭機係咪都仲係有啲分別嘅？首先執小字眼先啦，即係你話中國係咪真係由零做起咧？咁我就覺得即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為你咧睇翻今次即係中國嗰方面係冇公布到任何圖片嘅。即係具體上中國嗰個設計係點樣咧？咁係唔係可以做到由零做起咧？咁嗱，我唔係話中國係即係只要如果唔係由零做起就代表超人，咁其實就唔係嘅。但係因為咧，其實喺即係美國啊同埋前蘇聯啊經歷過咁耐嘅呢個太空競賽之後，同埋武器競賽之後咧，好多嘅一啲嘅知識已經係你唔需要自己試，你已經好肯定係用某幾種嘅設計。咁尤其是你如果講得穿梭機，你要我估中國就算唔公布圖片，佢嗰個出嚟嘅形狀最後同美國嘅嗰種咁嘅穿梭機嘅形狀咧，大同小異嘅就應該就係。咁譬如就係話佢個後嗰隻翼，即係如果細個我唔知阿 Larry 你去有冇去到一個叫430穿梭機嘅年紀啦？我有睇啊！咁即係嗰個以前係20世紀80年代時候係一個好太空穿梭機時代。咁你嗰個穿梭機嘅形狀咧，就係有個比較向後嘅，我哋叫 Delta 嘅形狀，係一個倒三角嗰個，即係個三角嘅形狀咁樣嘅，就同我哋睇到嗰啲飛機嘅機翼咧，普通嗰啲民航機嘅機翼嘅形狀咧，就嗰種向伸展嘅方式唔係好似嘅嚇。咁呢個完全係因為嗰個立體力學，即係令到我哋需要有一種咁嘅設計。咁所以呢種嘢咧，基本上就係咧，你如果有心準備係設計一個咧，能夠去由大氣以外少少嘅地方重返翻地面嘅一個飛行器咧，你都係要咁樣設計噶啦嚇。咁所以我預期就係話，就算中國你唔需要抄人嘅設計，但係你基於現實上嘅知識，你都唔需要由零開始去做起咧。咁你已經知道嗰個嘅即係返回嘅嗰件咁嘅飛行器咧，個設計大約係需要係由邊一個形狀開始去做開發。咁但係點都好啦，我都會認為話今次中國大陸公布呢個消息咧，其實係犀利嘅嚇。咁佢講緊呢個飛行器，佢係由一個基地由個長征火箭幫你運載掟咗上去。然之後咧，喺嗰個叫做幾乎接近好似一個人造衛星咁樣繞住地球轉咗270幾日，然之後先至落翻嚟。而落翻嚟嘅時候咧，亦都係按住佢哋嘅計劃咧，係落去嗰個指定嘅場地嗰度。咁所以就係話係成個任務係成功嘅喎。咁當然雖然你話美國以前做過類似嘅，但係你話如果除咗數美國之外，世界上仲有冇第二個其他國家係咁即係逆步逆吹咁喺後邊去跟住咧？咁所以我會話即係中國嗰個步伐係即係都係緊隨其後啦。即係如果講喺同類嘅技術嚟講，咁當然美國嗰邊對應嘅就係叫做即係嗰個嘅微型嘅嗰個嘅我唔可以叫穿梭機咯。即係就係一部似穿梭機，但係亦都會係入去即係喺個太空度兜地球兜好耐之後先落翻嚟嘅呢種咁嘅飛行技術咧。咁就美國係有，咁譬如佢嗰機翼就叫 X-37B 啦咁樣咁兩者咧其實個有啲分別嘅，但係個分別就唔算大嘅。咁可以所以就係話咧，今日我哋如果用中國嘅呢一個飛行器嚟去同美國嘅 X-37B 比較咧，我諗就最接近。係啊，因為就 X-37B 咧，就佢個記錄就好犀利啦。即係佢一開始上去天空嘅時候咧，可能係百零日、二百零日、跟住300日、400日咁樣一路去啦。咁去到今時今日好犀利喎，陳博，佢可以超過700日啊，即係留喺軌道嗰度咧，就唔落翻嚟，即係講緊差唔多兩年鬆啲啦。唔止添啊，犀利！佢如果講最近嗰日900幾日嘅，900幾日喎。係啦，係啦。咁如果美國講緊做到係200幾日嘅時候咧，就係2011、2012年到啦。咁今時講緊係12年後嘅2023年，咁就中國就係都做到一嚿可以係200日，而且係即係起碼都已經純粹用呢個日數比，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太公平嘅。但係如果你話夾硬用呢個數字去比較咧，咁呢個停留於嗰個軌道嘅記錄咧，就等同於美國12年前咁大約。哦，咁如果咁講，航天科技咧，分分鐘係而家中國同美國咧拉得最近嗰塊添，即係比我哋平時成日講啲飛機引擎啊，即係其他技術嚟講咧，反而而家真係嗰個航天上面咧就追美國追得好貼啊。可以話佢全方位都嘗試逼近咯，咁但係你暫時都睇到係都幾乎全方位係都仲係比美國爭一啲咁樣，咁嗱又可以做少少比較嘅，即係講緊呢一種無論 X-37B 抑或中國今次呢個飛行器，咁佢呢種任務咧就好特別嘅。
佢嚿嘢個形狀似穿梭機，但係比穿梭機細好多。但係佢嘅負載未必會好差嘅咁、啊、然後咧，佢因為相對比較輕巧啲，你俾支強力啲嘅火箭去咧，咁佢就好容易就去達到佢嗰個預定嘅軌道。咁佢達到預定軌道嘅目的咧，就唔係為咗好似一個人造衛星咁樣長期咁樣咧喺個軌道上邊預佢唔跌落嚟嘅，而係就預佢咧可以係就算跌係跌得好慢好慢，唔需要點樣外力去將佢再擁翻上去，即係盡量用一個慳水慳力嘅方法，令佢停留咗喺一個太空上邊咧一個足夠耐嘅時間。即係咁，如果你唔覺意咧俾大力咗少少咧，咁佢咧就留咗喺個軌道上變咗個人造衛星。但係咧，你又要俾佢個力咧，又少一啲啲，維持一個狀態少少少，就令佢可以咧，都可以最後自動跌翻落嚟。而跌落嚟嗰下咧，係可以落翻去，即係就變成一個好似穿梭機著陸嘅形式，就係你可以控制佢嘅飛行定喺一個指定嘅場所，去適當地減速、安全降落降落咁嘅樣嘅一嚿嘢嚟嘅。咁佢比起穿梭機有個穿梭機就會離開咗，直頭去入到一個特定嘅軌道，就攞嚟起國際太空站啊嗰啲咁嘅任務。咁而呢嚿嘢咧就唔係上到去一個咁高嘅特定軌道嘅，就反而係近啲，但係最後咧都係會好似穿梭機形式咁樣落翻嚟。咁穿梭即係嚿飛行器本身就係一個 reusable 可以再循環再用嘅嘢嚇。咁問題就係話你係咪成嚿嘢都係成個結構都可以循環再用咧？咁美國喺呢方面就走得比較近啲。咁中國大陸咧喺嗰個火箭嗰個嘅可回收技術入邊咧，就我哋先前講導彈啊、火箭我哋有提到啦。咁相對嚟講就即係合得嗰個 SpaceX 嗰個做到嗰個成績啦。咁即係相對佢嗰個開發成本就貴啲啦。佢reusable 嗰個嘅個 resources 啊，要求嘅可能會即係相對嚴格啲啊，等等嘅嘢啦。咁就可唔可以咁講咧？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啱啱個講法就係佢同穿梭機啲唔同啦。咁佢亦都同衛星發射上去嗰個軌跡亦都唔同啦。即係叫做一個可受控嘅慢慢墜落翻落嚟地球嘅。咁其實佢嗰個用法可唔可以當係有少少似一個太空嘅駐軍啊？即係咁佢變咗佢哋升咗上太空，咁佢又可以喺一個近地少少嘅軌道入面咧停留一啲嘅時間，咁咧就咁啊中間轉好多個圈啦，可以咁咧就可以睇到好多嘢啦。咁啊附近就有好多衛星啦咁樣。咁例如話咧，我哋講佢會唔會有機會？你覺得係可以攞嚟做一個衛星嘅武器啦？咁又或者我哋當然咧另一個咧就可能即係答完呢個之後下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佢有冇變軌能力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如果好似 X-37B 咁，我哋都相信佢已經係有變軌嘅能力嘅喎。如果有變軌嘅能力嘅話咧，咁啊真係再作為一個太空武器啊、太空警察啊、太空軍隊啊，我哋成日講太空又唔應該有任何嘅軍事嘅設施啊、力量等等啦。其實呢啲又算唔算係踩界嘅一個嘅發展咧？咁就向軍事方向諗，你要見其實咧，所有太空嘢都可以好踩界嘅。咁但係喺講翻正經軍事嘢之前，就講少少就係嗰個科研價值都高嘅。咁譬如你話仲需唔需要一個好長期嘅太空站喺度咧？抑或係攞呢啲，即係你如果需要一個無重力狀態嘅實驗室，咁可唔可以其實用呢種咁嘅任務嚟去取代咗咧？即係嗰個實驗室同飛行器合二為一體，咁然之後喺上邊停留足夠長嘅時間，令你可以完成個 project 就落翻嚟，咁就相對係安全啦。咁又因為舊嘢本身自己係一個飛行器，就佢自己應該就係一個救生艇啦。你如果係上一個既定嘅太空站，有乜嘢冬瓜豆腐，你就有太空艇上嚟救，有救生艇上嚟救。但係而家你個飛行器同個實驗室結埋一齊嘅時候咧，咁就係一個即係似乎係一個有自救能力嘅實驗室嘅無重狀態實驗室。咁所以我會覺得喺嗰個科研價值嚟講，其實幾好嘅，即係呢個咁嘅概念。咁另外你頭先有提到啦，佢應該有一個一定範圍內嘅變位能力嘅需要。咁佢可能唔想咁快落翻嚟。咁咪將自己擠高啲咯，咁因為你如果喺一個咁近地嘅軌道咧，你一定會有一啲空氣阻力喺度，都會消耗嘅，有啲摩擦咁樣去消耗咗你嗰個能量，咁佢都會自動越跌越低嘅。你去到國際太空站，佢都有咁一個咁嘅問題，咁所以佢一定要有翻個維持軌道嘅能力，或者係甚至乎按住自己計劃去脱離軌道嘅能力，咁一定會有。問題係你裝備咗幾多呢啲咁嘅燃料上去俾佢做幾多嘅變軌咁解咯，咁去到就係好啦，翻去譬如武器層面啦，咁佢可唔可以成為一種駐軍咁樣？咁總可以往呢個方向上喎。咁你上面睇下掟乜嘢落嚟嘅啫，係啊。咁或者呢度就留翻俾你去慢慢再去延伸啲出去講啦。即係或者我可以問翻，其實你自己個感覺覺得呢樣嘢爭幾多就係一件武器。哇，其實根本就已經係 ready 係一個武器嚟㗎啦。即係我哋個説法就係因為來自俄羅斯之前係發射嗰啲我哋叫做 killer 啦，即係啲殺手衛星。咁佢哋上咗天空之後啦，嗱我就真係唔 exactly 記得嘅型號叫做 Cosmo 乜乜乜乜嘅五個位嘅，我都唔記得 Cosmo 221乜咁樣。佢哋發現咧，佢哋係喺嗰個衛星突然間射咗粒嘢出嚟。個 mass 係好細嘅，細到咧我諗係比子彈更細嘅，即係個 mass 係好細嘅咧，就但係個速度非常高，咁咧就喺個太空軌道附近一閃即逝。咁佢哋咧就懷疑咧，佢呢樣嘢咧就係即係發射咗一粒彈珠啦，類似。其實咧即係大家都知喺個太空咧，即係嗰個無重力狀態咁樣打落去咧，咁啊即係打乜都散啦，即係講真。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係唔能夠睇小。咁而當時俄羅斯咧就喺美國 NASA 記載咧就應該做咗兩次呢啲行為嘅。咁啊美國係有 warn 到呢件事，因為如果你真係太空製造咗碎片咧，咁其實你都唔係淨係危及你自己啦，你危及到成個近地軌道裡面所有人嘅太空資產噶嘛。咁所以就呢、這個位上面咧，我哋見咧，咁如果你呢個飛行器上面，你只要新啲嘢出嚟啊，即係無論你話我哋而家講太空武器有幾種咧，一個咧就頭先我哋講啦，發射啲嘢出嚟啊，即係可能一粒波子啊，一粒碎片咁樣出嚟啦，又或者咧可能有啲説法就係新個機械臂出嚟，咁啊成個衛星咧凹走咗又得咁樣，咁又或者咧佢上面有武器，例如我哋講雷射武器啦，咁又能夠咧即係射盲啊，或者咧去燒毀佢一部分嘅個零件咧，就令到佢最後咧就係跌翻落嚟啊，燒毀咗啊等等嘅情況都得。咁所以如果有無限嗰種嘅幻想聯想咧，咁而呢個亦都係 apply 最早就唔係喺中。
装过呢一部飞机啦，即系俗称神龙啦，有个说法，咁啊系摆上去咧美国嘅 X-37B 嗰种嘅幻象，因为佢始终冇人会知道佢嗰个任务舱其实中间系可以摆啲乜噶嘛。咁而中国呢部神龙咧，咁陈博你觉得其实佢会唔会都系望住 X-37B 嚟做嘅咧？即系佢又系会有个神秘嘅任务舱，而你又觉得佢呢啲咪神秘任务舱系咪纯粹净系攞嚟掟个卫星出去啊？好似前线锁机咁啊？定系入面又有咧啲朗朗乾坤喺里边嘅？嗱，佢有几多系望住 37B 嚟做咁？咁呢样嘢我就即系。留翻俾大家去想象，即係你如果講啲任務性質啊，嗰啲相似程度啊，你會發覺就係、是、出奇地咁似嘅咧咁啊咁樣。咁翻翻去即係講啲技術上啲嘢先啦。你頭先提到一樣嘢，我好同意嘅，就係佢嗰個功能上邊，如果佢係可以擺喺一個穩定，即係相對啲都係穩定嘅軌道上邊圍繞住個地球轉。首先唔好諗佢點樣對地面上邊有咩攻擊先。你如果射到啲嘢出嚟，如果嗰粒嘢係好細咧，其實對周圍佢軌道附近飛行緊嘅其他衛星係可以好大影響。而且咧，如果佢有一定嘅變軌能力咧，佢可以譬如話咧，去轉去第二個位度去揀選佢個目標嚟去修補佢，甚至破壞佢。即係佢本身就講，會唔會呢樣嘢可以幫我哋做啲衛星修補工作咧？咁我會話係。咁調翻轉亦都可唔可以將人哋唔想修補嘅嘢就整彎佢咧？亦都咁亦都係另一個方向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美國搞太空軍，去發展一個太空上邊嘅軍事威脅力，佢未必係講緊威脅地面，而係威脅緊咧太空入邊其他敵國嘅目標物。咁呢嚿嘢係好細好弱，而家呢嚿 X-37B 嘅呢類嘢。咁當然中國佢都有 claim 自己嘅太空領空嘅。啊！佢有冇太空軍呢樣嘢？我諗佢唔需要等佢講嘅。佢自己有冇個部門去專責去管太空嗰啲嘢咧？咁佢一定會有諗呢樣嘢，因為佢已經講到太空領空呢個概念。咁所以我會話即係佢喺嗰個軍事上嗰個防衞嘅思維入邊咧，基本上就係俾我一次啦，就係、是、我係覺得我有能力捍衞我的太空領空，甚至乎我有太空上邊嘅防禦力同埋攻擊力，係啦。咁但係就係話啦，咁呢樣嘢會唔會又會對地面嘅嘢係會有影響咧？咁亦都即係可能呢個亦都係我哋有趣諗嘅方向啦。咁暫時睇到就係，如果你就係一粒好細嘢咧，對地面冇影響嘅。但係如果佢自己本身落嚟嘅時候咧，即係本身佢係攜帶武器嘅啊，咁就佢就變咗當然就係一粒武器啦。咁啊，所以即系呢个咧就好多引人遐想嘅地方啦。同埋咧，陈博头先讲到即系太空领土呢个概念咧，即系当然可能都令我哋觉得即系例如南海咁样啦，即系佢有佢哋自己嗰个主张啦，有个申索吓，即系究竟有边啲地方属于佢哋咁样。咁同埋陈博，你觉得咧，即系都最后讲翻即系呢一个，即系佢哋好中意神龙啊，即系坊间啊一个说法嘅时候，即系官方冇特别讲到嘅。咁即系如果呢个神龙嘅飞行器啊，佢再发展落去咧，你觉得佢会唔会有啲咩有趣嘅数据啊、啲参数啊，其实嚟紧系会对中国嗰个军事发展上面会即系有啲裨益啊？即系例如我哋讲喺飞弹啊、高速武器上面啊，咁你觉得即系佢本身啊？又或者我哋之前就都介紹過一個叫做局部轟炸嘅一個系統啦，喺個軌道度轉到咁上下咧，就落翻嚟就炸，咁啊炸到咧特登揾到你防空咧最弱最薄嘅嗰個點咧，就咧極快速度咧就炸你，咁樣就威脅你嘅國家安全。咁啊咁嘅高度炸落去都唔好核彈啦，普通彈咧炸落去咧都真係玩完好多地方都。咁你覺得咁樣去發展嗰個機會嗰個潛力大唔大咧？中國？又我諗唔好淨係由中國嗰個講啦，譬如話成個呢一種咁樣嘅叫做佢有個名咧叫一種叫 suborbital 啊，即係中文點譯好咧 ？orbital 就係嗰個軌道。係啦，亞軌道啦嚇，咁呢種咁樣嘅飛行技術，可以隨即係可以好按計劃地發射，按計劃地停留，按計劃地去回收而建嘢，最後可以重複再用嘅呢種咁樣嘅概念咧，你就指中國、美國又去搞啦。咁佢同即係你話如果向武器嗰方面諗，佢我就會即係想回應翻你頭先你有提到一個就係講個高超音速武器嗰度，因為本身呢件嘢就係一件高超音速飛行嘅一件嘢嚟嘅嘛。啊，咁佢就係即係咁講啦，佢高得好高得好高添，因為我哋而家一般定義高超音速嘅武器，你有翻音速嘅五倍或以上，叫係音速五倍以上，即係每秒一公里到嘅，就已經當係每秒1.5公里啦嚇。咁如果你講緊呢啲由嗰個亞軌度落翻嚟嘅，每秒7公里、8公里咁嘅嘢，佢係嗰種即係比起高超音速更加高超音速嘅真係。咁好啦，呢件嘢係唔係直接就可以變成一個叫高超音速武器咧？咁首先。穿梭機降落本身，佢要喺指定場地降落咧，一定要係慢慢地減速，減到去一個適當速度去落去一個，又令到你可以多啲時間去定位啦，揾翻個指定嘅軌道，即係揾翻指定位置啦，修正嘅軌道啦，落去指定嘅場地啦。咁即係所以你話如果係降落嗰個技術，安全降落嘅技術咧，同你去高速轟炸技術咧有兩回事嚟嘅。大家可以諗下，如果我係要高超音速地撞擊一個目標，我喺由離開軌道到落去目標之前，我唔想去減速不特止，最好就一路維持咁高速。然之後仲要係咧一路維持咁高速之餘，仲要係有能力去揾到啱嘅地方炸落去。咁而家講緊咧，即係你譬如話中國大陸嗰啲高超音速武器，佢個準程度係落到去距離個目標唔差20-30公里，咁就係目前嗰個水平啦。咁但係你如果真係要做到，你睇翻烏克蘭戰爭嗰種咁樣，你真係要做到精準地即係去炸落去，你其實 off 咗超過500米，基本上已經係唔得噶啦。其實啲嘢可能你要講緊係100米範圍以內，你先叫做當你炸得中。然後主要睇你用乜嘢嘅彈頭嚇，那個彈頭嗰個威力能夠覆蓋到你個目標，咁先至能夠為之命中。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係一件唔係講緊普通嘅高超音速武器，係高超音速到
一個地步是好像一個 由一種太空飛行器落地的速度比起高超音速武器還要快多成即係好幾倍嘅一種咁嘅速度，你又要求佢有翻咁準成嘅光炸能力咧，嘅瞄準能力咧，咁你可以想象到呢個對於無論中國、美國都係一個非常之難去掌握得精準的一個技術嚟嘅。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呢樣嘢本身佢可以成為一個光炸地面高超音速武器嘅一個基礎，但係走到最後一步要準確地光炸目標咧，依然有一段比較長嘅技術開發嘅路要走。咁所以就呢個可能係個 potential 嘅一個發展方向啦。咁因為但係始終即係以現行嘅技術嚟講係困難啲嘅，都相信係。咁啊，之前咧就因為中國咧 perform 咗呢個 FOBS 啊，即係嘅局部軌道轟炸系統啦。咁啊，美國嗰邊嘅情報咪指出啦。咁啊，其實都震驚嘅，即係令到美國嗰邊係震驚。咁就算成唔成功都好啦，即係佢有偏差啦。當然即係嗰陣時都個報告都講，個偏差都唔細啊。即係頭先陳博講啦，幾十公里。但係如果喺宇宙翻嚟嘅幾十公里咧，就可能冇大家想象平時喺地面發射最後幾十公里嗰種個誤差咧咁遠嘅喎。即係其實嗰個技術上咧就已經係收窄咗一個比較細嘅範圍嘅。所以大家又唔能夠掉以輕心咧，就覺得喺太空翻嚟，哇幾十公里啊都炸到啊！真係一個城市去另一個城市喎、啊、咁樣。但如果喺太空嘅角度嚟睇咧，就真係好近嘅。其實個誤差可能就收得好細。咁啊，呢個咧我哋咧就會再觀察啦。即係嚟緊咧，中國呢啲嘅航天器嘅，咁啊仲有好多位未講嘅，即係包括佢呢個咧軍用都係得啦。如果你攞嚟做民用又會點樣用呢？攞嚟做民用嘅話，係咪就代表嚟緊呢個太空旅行啊？嗰個開發咧係可以更加順利啦，咁啊更加之平啦，更加之普及啊，咁啊係咪會即係創造更加大嘅經濟價值啊等等嘅嘢咧？咁啊呢啲咧，我哋留待咧即係之後咧嗰個後續嘅發展咧，再同大家高呼下佢啊！唔該曬陳博啊，好，咁我哋就喺之後咧世界防衞消息啊，其他嘅蛙蘭戰報咧，咁啊再同大家再見啦，好，拜拜，拜拜。